者肖芳喜台北报道，韩娱和黄少祺在三立八点档新交好媳妇，狂晒恩爱。昨晚播出剧情中，终于告白成功的黄少祺在助韩娱去逛夜市，两人玩遍夜市游戏，并发现原来韩娱是位神枪手。之后黄少祺买了围巾送给韩娱，并对他说，我要用爱把你围起来，让观众绝不甜死人。然而好景不长，有网友在黄少祺粉丝团恭喜他在剧中的角色能和韩娱在一起，网友也祝福他们后面不要被分开或发生什么事情。没想到黄少祺回复一定会分开的，让网友心碎马地，纷纷哀号少祺哥，你这惊天一语，多少人玻璃心碎满地，还看得下去吗？若是分开一定弃剧的。黄少祺又和韩娱左在剧中放闪，让粉丝看得相当开心，白色自逼萌黄少祺，又和韩娱在剧中放闪，让粉丝看得相当开心，白色自逼萌。